像我在修这个明点无漏，刚开始是二法，刚开始是二法，一个是欲望，一个是清净。当你欲望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变成有漏。但欲望到了快要尽头了，你马上把欲望消除掉，变成清净，你就变成无漏。然后再出现欲望，再出现清净，欲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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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净，到最后欲望跟清净全部消亡，就是明点无漏。就是不二法门，你根本不要去想欲望，想清净都不用去想。刚开始是要气脉明点也是一样哦，你确实有气在运行，到最后你根本不用，照样运行，这个就是不二法门。